香港区楼价硬净，要上车真系要计算周长。好多人喺环境内部设施同交通方便程度之间，通常都选择后者。始终上班一族，交通网络系最重要嘅选择。今次介绍盘源益发大厦，位于鲗鱼涌英皇道1048至1056号，属于单栋式物业，单位总数有681伙，物业楼高18层，属早年商住混合式设计，实用面积由200几到400几尺都有。之前同海景楼、福昌楼、海山楼、益昌大厦组成物业，叫百家新村。由于大厦住户多，坊间亦都叫怪兽大厦，唔少外国电影都喺益发大厦取景，例如近年较为人熟悉嘅一部科幻电影，佢哋嘅摄制队喺呢度实景拍摄，亦因为其独特嘅外形，成为近年年轻人嘅打卡圣地。虽然楼龄唔算新，但益发大厦星座可以满足晒你日常嘅生活要求，买餸可以去附近嘅市政大厦。运动可以去体育馆，静态啲又可以去公共图书馆，啱晒上班一族。如果要去大型超市同购物商场，太古城、康怡一带可以满足住户需求，有齐国际品牌、潮流服饰同戏院。想食特色美食，行落楼下附近，特色食肆选择够晒多，而且风俭由人。益发大厦最大卖点，当然是邻近鲗鱼涌和太古港铁站，两个站步行都是几分钟之内就到。大厦坐落英皇道，巴士线特别多，途经港九各处的路线差不多有成30条过海巴士线，无论红隧、东隧以及西隧都可供选择。益发大厦属于14小学校网，香港嘉乐萨学校、北角循道学校、北角官立小学、沪江小学都是区内家长热门之选，而东区中学校网就有30间中学，当中有8间是英中，例如卑利罗市女子中学、张竹山中学、嘉乐萨书院、港岛民生书院等等，都是传统名校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啦。